散发金黄色泽的菠萝面包热腾腾出炉，哪一个面包控可以抵挡得了？ 让人食指大开的还有这个，在饭上面加上来自日本冲绳本部 A5 等级和牛肉燥，油滑均匀的分布，肉质甜美，这样的滋味吸引满满的排队人潮。像这边民众一口气就买了满满一大袋。我想说它是日本来的，然后很特别，然后想说，而且感觉很难得吃到，就上单专程上来台北就买了。全日本的和牛。 养乐带饲育的只有冲绳和牛，它所使用的饲料是它独自的配方。我们跟其他便当最不一样的特色就是，我们是借由和牛肉燥100%和牛肉燥的冷冻包，成为一个分享的便当，把这份美味带回家里。便当的材质也是环保。现场不仅有连续两年造成排队抢购的分享便当，还代理了同样来自日本这家人气面包店。由于选择开店的条件相当严格。 被同业誉为日本最难加盟的面包店，最小店面只有5坪就能够创下单月大约新台币252万的营收。坪数较大一点的店面也可以缔造单日24万的营业额，而海外第一家分店就选择插旗台湾。日々新しい商品を開発し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、お客様の満足度を上げる。 我们希望从保健食品，然后跨越食品，然后烘焙的领域，就是希望把这一份美味的感动，然后带到台湾来。不管是松软绵密的美味面包，或者是香味四溢的和牛燥霸分享便当，各路面包迷以及吃货们可要限量快抢，一饱口福。东森新闻，许家康、刘家云台报道。